投资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我们的李周 TV 这个平台哈。那我相信哦，这个节前啊，在中秋节之前，严老师跟你讲的啊，不要乱买股票啊，应该要站在买方啊。久经时营的行情啊，到今天为止的话，当然这个加权指数啊，个股的话，目前为止很多的股票啊，它都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甚至未来还是会持续的大涨哈。那今天的盘面上面要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哈。那早上开这个盘势叫一高嘛，一高过高之后，今天的盘势看起来这个成交量好像啊，它没办法去做出一个增量上攻，但是在尾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成交量维持在1445亿附近，等于说今天的一个大量啊，它带领了一个台股啊未来啊它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个行情进入到下个礼拜了，要尤其要注意啊，很多的标股，我今天跟你讲的不是一档两档，我是跟你讲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一个标股会在下个礼拜啊都会从低档区啊直接的做出一个所谓的带量突破。所以说下个礼拜行情对投资朋友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严老师啊准备在明天跟后天嘛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举办了市场的一个全省的一个巡回。礼拜六的时间我们留给啊，早上的话我们会去台南，我们留给住在台南的一个投资朋友们哈。下午的时间的话，就大概到所谓的台中，好不好？台中啊，所以说这个全省巡回的一个演讲会里面，我请大家怎么样，一定要来参加的原因就是说，下个礼拜行情的变化会超乎各位的一个想象。如果说下个礼拜在五个交易日之内你想要赚钱的话，我有一档股票，我有一档股票，我会在我们的演讲会现场。我会直接的告诉你，我会让你来做出一个分享的动作哈，希望大家借由这档股票能够买下去，能够赚钱，能够做到一个波段的大行情。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怎样，都会赚得到钱哈。那当然礼拜六的一个台南，包含台中的一个演讲会，欢迎大家立即的来做出个报名。礼拜天的话，我们早上的话就会到新竹，然后下午的话我们就回到台北。好，新竹台北的一个投资们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当然报名也非常踊跃了哈。那严老师在那边啊，谢谢你啊，但是还没有报名的赶快要报哈，因为我们这个座位啊，这个场次啊都有限。好，那这个场重要的演讲会啊，我是希望说严老师能够告诉你这个台股未来的一个方向。好，从所谓的九金十银到所谓的十月的一个光辉，一直到所谓的第四季。哦，这个行情是直接用喷发的，为什么呢？因为热钱效应已经产生了，台资目前为止回流的一个资金已经来到一个所谓的临界点了哈。当然，央行的部分现在在做出一个所谓的主升的一个动作哈。但是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个热钱效应的确是比中央银行的一个力量要大，所以说台币未来升值的一个走势它并没有改变，那它也会造成了外资会持续的。来买超台股，外资有很多的动作都会在下个礼拜啊，尤其是礼拜一礼拜二啊，他们会做出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个动作啊。我这边先跟大家来做出一个预告，所以说我们这场重要的演讲会的话，请大家积极的来做出个参与啊。当然你可以直接来，可以来扫描我们的 QR code 啊，加赖成为严老师的好朋友啊。扫描 QR code 加赖，其实这个直接点击进去的话，就可以直接参加我们这个全省巡回。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市场的一个演讲会，如果说你还没有加赖的，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现在赶快把握这个机会，成为严老师的好朋友。那这个所谓的北中南市场的重要的演讲会，礼拜六的话我们早上在台南，下午的话会来到所谓的这个台中，那礼拜天的话早上的话会到新竹，下午的话会回来台北，那真的要好好把握。当然今天要跟大家来讲到几档股票了，那其实这档股票大家也听很久了哈，那也看很久了哈。那第一档股票我们来讲一下好不好？4968的利基，老师你这烦的，你五月份就开始讲了哈，讲到今日搁底下讲，没有办法啊，它还是创新高啊，它还是来到涨停板啊。好，大户啊，这个所谓的大户的一个资金啊，中实户资金还是持续在买嘛，因为空单没有退嘛。那如果说你要问我，老师这个目前为止为什么台股的空单这么多？今天为止的话，外资的空单接近73万张，其实就以所谓的利基这张股票我们来做出个代表，空单没有退，多单会持续的往上嘎，所以说今天利基的股价有没有来到170了哈，来到170 ,33 块钱股票可以嘎到170块钱，代表外资目前为止正在做的动作叫做嘎空头，叫做嘎空手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我相信利基就不用再讲了哈，应该赚得到钱的
应该每个动作都会按照严老师的，对不对？好，那昨天有一档股票叫涨停板，叫3661的四星 KY， 对不对？哈，四星，好，昨天涨停板，今天怎么样？再创破断新高。好，但昨天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昨天空单一天增加多少？啊，1000多张，也就是有人想不开，认为说这个股票啊，应该到此为止，因为昨天的涨停板拉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好，所以说空单就进去嘛，空在所谓的涨停板，今天又直接被嘎上去了。那目前为止券资比一直在增加，它会不会成为利基第二？好，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好，我们都不要去下结论，好不好？我们就慢慢看，慢慢看。好，如果说你要操作的话，这档股票的话，它就是所谓未来的一个嘎空的一个指标性质的股票。好，这档股票未来会不会跟利基一样？利基从33块钱涨到今天的创新高170块钱。我相信已经大涨了几倍，你自己算一下都很难算的，对不对？那四星的股价目前为止还没有翻倍，还没有翻倍，但是空单已经嘎了接近啊这个2000张了哈。那未来这档股票，严老师啊大概都会在李周的平台里面持续的来帮大家来做出一个介绍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623的旺九，好不好？旺九昨天严老师在我们电视节目里面讲了哈，它是来到所谓的涨停板啊。形态上面叫突破了哈，这根红 K 棒的话叫做突破了哈。今天的股价直接用跳空大涨的模式哈。那你如果说想要赚两天两根涨停板的哈，这个 IC 设计这张股票啊，它就是各位的一个标的嘛哈。但是要有人告诉你怎么样去出手啊，这个比较重要，对不对？昨天有提到旺九，也有提到什么3443的创意嘛哈。创意的话，今天股价还是一样的哈，再创波段新高。那这种形态模式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啊。逐步去做出一个垫高，所以说今年的 IC 设计的话，它会接棒演出了哈。所以说你手中有 IC 设计的，你就不用去做出啊一个所谓的卖出的一个动作哈。很多的股票大概都会跟2454的联发科一样，这个股价会持续的哈，就会往上去做出一个攻击的哈。那再跟大家谈到一档所谓的高价股，好不好？啊，6510的金策，好不好？金策今天的股价快要拉到涨停板，好不好？那你如果问严老师，老师今天的股价目前为止啊？收盘价850块钱，啊，如果说你问我觉得怎么样，太低了，哈，我认为还太低了哈。那有人在网络上面开始在讲了哈，那包含严老师来，老师这样股票会不会到1000块？会不会到1000？我不知道，啊，你慢慢看，啊，如果说你相信严老师的话，对不对？老师一定有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哈，510块钱，我在节目里面大概就提醒你的哈，要不要站在一个买方去做出一个操作嘛哈？510到今天的一个创新高850块钱，我认为股价还是太低了，还是太低的哈。那当然这个行进当中有所谓的震荡整理，有所谓的拉回啊，这个你都不用去担心啊，因为我们对技术面的一个掌握度啊，我相信是比一般的分析同业啊要强的许多啦。我们对基本面的掌握，我相信啊，也比一般同业要强了哈。所以说有时候股票的一个选择档数不用多，好，能够涨的，能够飙的，一技能力的话，哦，这个就是严老师在我们李周 TV 里面，我必须啊要非常诚实的告诉你，对不对？好，那3687的 Oh my God， 啊，这个股价创新高之后拉回修正，好，今天怎么样？再度的来到所谓的涨停板哈。那这个地方叫拉回早买点哈。那这样股票我也让大家。好，慢慢的来做出一个验证的一个动作哈。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明天呢，啊，这场所谓的全省巡回啊，我相信对投资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因为2个小时时间里面，严老师会介绍开盘八法，我会介绍所谓的重要的转折的一个 K 棒，从一根 K 棒帮大家谈到2根 K 棒的一个所谓的多空的一个判别，到所谓的3根 K 棒里面形态的一个整理，还有包含所谓的量价结构、量价九法。包含所谓的均线理论，你能够想知道的，严老师都会在这次演讲会里面毫不保留的直接告诉你，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严老师一样会直接的回答你。我是希望说我的操作，我的经验，我所教给你的，对投资们来未来的一个操作是有帮助的。那目前为止融资没有增加，融券的话嘎到73万张，按照严老师经验法则来判断，这个行情应该是涨定的机会很大很大。所以投资人，你现在千万不要去做空啊！哦，你就算现在你不进场都没有关系，你千万千万不要去做空。要严老师的话，你要听得进去。好，如果说你想要知道进一步的一个讯息，好，那严老师非常欢迎你哈，你可以在所谓的9月21号，严老师在演讲会现场会跟大家讲到一个所谓的第四季啊波段的一个超级大黑马，到底有多飙啊？有没有机会翻倍？你慢慢看啊！但是我会在这档股票里面，我会先。
先告诉你，就跟当时候的利基一样，就跟当时候的世新一样，就跟当时候的什么金策一样，我都是在低档去告诉你，我都在底部告诉你啊。我这档股票我专门针对第四季，如果说在第四季的操作里面，各位想要有一档倍数翻的股票，无论如何你在9月21号9月20号礼拜六礼拜天一定要来到我们演讲会的一个现场，好不好？那第四季波段的一个大黑马这档股票会在演讲会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做出一个公布啊。那9月21号来这个地方你看人数都非常多啦每一次来到我们演讲会如果说你没有事先预约报名啦我相信应该都是没有位置的那事先预约报名是让大家有个更舒适的一个环境，我们的场次座位都很有限，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都能够事先的来做出一个报名报名当然你可以用所谓的加 LINE扫描 QR code，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打这个所谓的咨询的一个热线直接跟我们助理来做出一个报名动作那看到今天的节目还没有报名赶快报名外线式的麻烦要拨02-2321-9933 02-2321-9933这个咨询的热线不只可以询问股票，也可以直接来报名，有任何的问题打这个咨询的专线绝对找得到我未来有一档股票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投资人你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能够积极的来做出一个参与的动作严老师非常诚挚的欢迎各位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的时间早上在台南，下午的话我们会回到所谓的台中，礼拜天的一个时间早上的话我们会到新竹，下午的话会回台北在市场重要的演讲会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参与重要的股票我们会在演讲会现场直接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分享那祝大家在九月份操作能够大赚，十月份的话能够赚更多。这场重要的演讲会，投资朋友们你一定要来，好不好？那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